我希望得到一颗球。我想要一台披萨。我希望我能当电影明星。我想要当探险家。我想要 PSV。 我最喜欢吃汉堡。我想要妈妈赚大钱。我想要去麦当劳。我想吃披萨。我昨天晚上吃饭配蛋。小慧是属于外配家庭的孩子，那爸爸也是原住民，也是属于各方面的学经背景都不是很好的弱势家庭，那所以在学校啦，这在社会上都需要各位能够伸出援手，来多注意这样子的家庭跟这样子的孩子，还需要我们更多的协助与帮忙。常一杯米五个人吃，爸爸下班两杯米六个人吃。我的晚餐都是从学校带回家的。全校的话，弱势族群超过了一半，有六成多啊。那这些孩子啊，我想他们真的是需要更多的辅助啊，不管是在功课方面，还有生活起居的照顾哈，还有像家庭的教养方面哦，我们都要花比较多的心思。那如果来看那些哈，经济条件更差的家庭啊，可能孩子真的是三餐都有问题哦。除了说午餐在学校吃比较正常以外，那有的晚餐回去也是没有人照料，那这种情况也是有。